美国北达科他州的国王步行球场近日进行了一场有趣的试验，用无人机送外卖，球友只需要通过手机 APP 下单，饭馆收到订单后烹饪好食品，将其打包塞进无人机，然后飞往球场，根据球友的定位进行精准投递。根据当地规定，每次运输的分量不能超过15公斤，飞行速度限制在48公里每时以内，但一般只需要10分钟左右，球友就能吃上新鲜可口的食物。这样便捷的外卖是不是可以将电动车甩去几十条街，而且每次送餐费只要3美元，约合人民币20元。无论你在球场哪个位置，你都能在几分钟以内就拿到本人想要的商品。与您这项业务的以色列无人机物流公司负责人亚尔巴什非常自豪。一些老会员会觉得你们是在浪费钱，但是这次试验过后，年轻的高尔夫球友们觉得这很棒。我们接到了不少电话，纷纷询问什么时候可以开启这项服务，做有意思的体育短视频。